接下来带您来到日治时期的古迹一二三亭。时光重回大正九年3月17日的哈马星，一家日式高级餐厅一二三亭正隆重地举行上栋祈福仪式。历经90余载，将近百年历史的古迹一二三亭，看尽了高雄的繁华起落，在新兵老街廓的抢救行动中保留了下来，并以当年的祈福咒语祝词一二三重新与大众见面。这个建筑的结构是一个么字形哦。目前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营业空间的一个建筑格局，应该是这边是唯一一个哦。那在屋顶的部分都是当时哦，当年94年前留下来的哦原貌哦。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它是94年前盖的？因为当初台口文史再兴会社在争取保留这些老房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法国来的朋友，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就爬到屋顶上面去，去测量这些老建筑，那就无意间在这些建筑当屋顶下面发现了一根上面有写着日期的一个木头，那这个木头上面就写着大正九年3月17日，那大正九年就是1920年，那3月17号就是当初这间房子上栋的时候，上梁的时候那一天的日子。那非常巧合的是，这位法国朋友他找到那一根木头的时候刚好也是3月17号，所以感觉是冥冥之中这个房子在召唤有人来保护他，那种感觉我们自己也是觉得蛮神奇的。上栋为日式建筑习俗，在建物主体完成时将一块上梁祭牌置于中脊大梁上，作为祈福消灾及工程记录，并以壁串纸重新上梁，恢复它原本的样貌，继续来守护这间百年的历史古迹。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高雄采访报道。